条件给用上。手机啊，太假是吼，你看你安怎打，安怎假，好。点可以吼，走一点啊，差不多一个角度，你看这边没那这，哦，这样就可以了。下面太多，哎，类似这样哈。
好，各位同学，那我们今天接着会跟大家介绍台湾医疗史。哦，讲到世界医疗史，我们已经在不管前面两次哈、哦、都只好线上上课，啊，上个礼拜开始能够实体的上课哈、哦，那有一半同学还是要在家里面分流了哈、哦，那也没办法。啊，我们现在给大家介绍的是，其实在 Versalius 1543年之前没有医学，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连葛伦，一个罗马皇帝的御医哦，葛伦教授，他是在西元大概哦十年到二三十年这个中间，非常哦在影响力上啊，或者讲白一点就是政治上，连皇帝的命都是要他来医治了。那这个葛伦教授写出来的解剖学，我们还称他为 the father of anatomy。解剖学之父呢，啊，结果你看他的内容，你真的会笑死人。他把牛羊猪狗马哦这种低等动物的解剖凑起来变成人的解剖，啊，你想这样怎么会有正确？但是没有办法，那个时候他一方面他最大哦，他还穿燕尾服哦，啊，手啊夹在后边，你惊落呢吼，西餐啊去啊吼，啊，讲迄款用拉丁文，所以我们今天医学上。你们医学系的跟牙医学系的一定要用拉丁文的原因，就是那时候留下来的解剖名称。但那种解剖是假的，还好1543年 Vesalius 他真正可以解剖了。那 Vesalius 的解剖需要他的好朋友达文西来替他画下来，他画的手稿上次有给同学看过，真的惟妙惟肖。达文西跟 Vesalius 那个时候都可以叫做医生哦。为什么？因为你比皇帝的御医葛伦更厉害啊！哦，所以那个时候的医生哦，就是好像江湖郎中啊，你也要技能博起来，你得再做医生啊！你想那种医学跟现在真正的科学的医学那差太多了。那我们台湾也是这样，在开始的时候洪荒时代哦，那些所谓原住民的医学哦，因为我们台湾在。差不多三万年前平均了哈，长滨文化就是今天台东的那个八仙洞啊，八仙洞有十多个洞穴哈。昨天不是有一个报道说有一台吉普车哈，那是面子的，啊，讲洞到这里哦，那个洞穴的外面啊，结果里面有一票人在那边躲台风的大雨，躲到后来出动直升机把他们救了。他们的理由是说，吉普车车难嘛，吼，水淹起来，他不能动。拜托，你人行路，你无卡头走，根本就是为了去露营嘛。啊，露到后来被救了，吼，那另外一回事了，吼。所以我告诉你，就是说，台湾在三万年前就有原住民来到台湾，那他们住在八仙洞的地方，那是最早的。但后来的人从南岛移民过来，吼，他从那个最早讲过嘛，就是垦雅，垦雅才是我们人类的共同。出那个就是遗传出来的地方啊，因为人类那个时候都死掉啦，遇到冰河时期啊，你那个南北极结冰啊，温度很低啊，所以一万年前那么大很厉害的恐龙，不管素食的、荤食的都死了了啊。啊，你恐龙也死，其他动物也死啊，因为食物链嘛吼。啊，在冰河时期，连北京猿人啊、尼安德塔人啊、欧洲。尼安德兰也全灭了，可是偏偏只有非洲，中非靠东边的地方，肯亚，今天伊索比亚的隔壁哈、哦，那个地方的人类 Lucy 阿妈这个族群还留下来，因为全世界都在冰河的时候，对他们来讲只不过是比较冷，他们躲起来就好了，因为太阳直晒的地方嘛，那太阳斜晒的南北极，甚至于加拿大哦，或者是欧洲或者。这边的澳洲、纽西兰，那些斜射的，明明有太阳，不会让你觉得太热。明明有太阳哦，老师曾去到那个南非的约翰尼斯堡，南非你就知道是非洲的最南端，卡旺角哦，在那个地方看到，哎，怎么有那个黑人哦，在大太阳下，中午啊，他们吃完饭哦，啊，就在躺在那个
那个路上在那边晒太阳，那是种唔甘的啦，讲，兄弟，啊你还做啊？也要讲哦，我们这个天气对我们来刚刚好哎，哦，我们巴不得太阳吼晒哦才那个温暖呢，我南北极伤冷啊。哎呦，那个啥，我那该查下，那个你亚阳伞，你知道，亚阳晒乌的，哎，乌人都唔惊晒的，因为它有黑色素保护它不会得到皮肤癌。哦，那个就是他们的，也是他们的先天，也是他们的祝福。可是因为皮肤的颜色被诅咒，把他们的这种出身哦当作是一个卑贱，所以美国人就哦从非洲引进奴隶到美国，甚至于到了美国还发生后来的林肯总统南北战争哦来解放黑奴哦，所以达文西在这个时候就帮忙他画。他帮他画的时候，达文西很聪明的，跟他讲说：“学生交代，你千万不要把我的著作公诸于世。如果你把我硬刑哦，糟糕了。这一个菲利普国王准你画，可是别的国王呢？大罗马帝国有多少个国王？你想想看，在十六世纪都还是他们的势力啊。罗马是统治欧亚非三洲十五个世纪啊。”啊，所以你若是吼触怒了天条，你把一个人的尸体这样，一本是尸体，不是活的啦吼，打开来看就是大逆不道，就是猥亵，就是哦丢掉人的尊严呐、啊！哇，懂了这种，唔干啊！但是国王既然准了，他就做了，那、啊、做了画起来的人就是达文西。老师要跟大家更正，他的名字不叫达文西，他的名字叫里奥纳多。跟那个铁达尼号哈，那个里奥纳多都是一样，蔡奇亚名。啊，里奥纳多的达芬奇，的达芬奇是在达文西这个地方的人，他的名字 first name 叫做 Leonardo， 知道吗？所以以后我们要叫达文西哈，你最好像老师这样，全部 Leonardo de 达芬奇。啊，我们约定成熟了，大家都乱叫乱讲。这个实在是不对了哈，不过知道老师讲的是哪一回事啊？他真的时候，他的著作，他画的那个图哦，终于送到台湾来。哦，你看这个国王站在旁边嘛，国王准了、啊，准哦，所以他勇敢的解剖。哦啊，这个历史故事更残忍，就是这个菲利普国王为什么准做这么大逆不道的医学上的？叫做也叫违反医学伦理哈，甚至违反法律哦。因为这个是太后，这个是国王的妈妈，就像慈禧太后那种太后哈，她黑心肝呐、啊，那国王很恨这个母亲，所以巴不得哈叫那个达文西跟那个里奥纳多了跟 Versalius 把他妈妈解开来看看这个黑心肝的女人是怎么样哈，哦，又是个美丽的错误。因为他受命于国王，他把太后的尸体哦解开来，当然是触怒天道了。但是那时候罗马帝国也衰败了哦，啊，刚好达文西死后，他的手稿真的才发表，成为正式的我们叫 publish 的论文，现在讲叫 journal 哦，医学期刊哦，那我们也才有啊，他的手稿也来台湾展出哦，在40年前曾经到。台湾的历史博物馆，哇，那个飞机哈、哦，保那个那几张图哈、哦，那费用之贵啊、哦、但是值得啦，因为我们终于看到这么一个旷世天才，这就是达文西画的。你们现在医学系跟牙医学系还有解那个护理系，一定要上解剖学。你看看哪一个骨骼、神经、血管跟淋巴有错误？不会的 ，exactly 是对的，你知道吗？道理还，也就是因为。有了这个解剖以后，我们今天医学才改变，我们才不会像以前哈、哦，所谓江湖郎中胡说八道。各位老师给你们看很多那个精灵疗法、神医疗法，哦，那些，哎，讲真的，我们听起来是很丢脸。难怪那个时候我们医疗人员被列为那种叫做，哎什么，或者江湖郎中一样的，不是正统的了，就是一种玩意儿哦，会搞玩意儿，要让。人咬、人塞、人抓，哇！上次你看到那玩蛇哦，那样子的一个行为哦，讲起来很丢脸。不过现在已经正式化了。但后来有 Leeuwenhoek 的显微镜，
显微镜，这一台显微镜真的到现在老师还不知道，说世界第一台显微镜你要怎么看，从哪里看，等一下下课有同学知道说这台显微镜怎么使用、哦、你们现在读那个生理学的时候都要看洋葱表皮嘛、哦啊、细胞叫 cell C-E-L-L 其实翻译出来就是教室，一个房间，你在显微镜下看到的洋葱表皮那个细胞就是一个很大的房间，让你第一次看到显微镜下的世界啊。最早的人类在显微镜下看到的哈、哦，那个红血球、白血球哈、哦，他说那个是细菌，那是病菌啊。那时候还不懂什么叫细菌跟病毒跟 parasite 寄生虫不会分哦，所以他们叫做病菌。哇，现在听起来哦，真的很好笑又很丢脸哦。说那个叫做菌啊，其实我们人的血球，但是在显微镜下被放大。那不用几倍呢，就200倍到400倍就看得好清楚，一颗颗哦，哦，何况可以看到 cell， 哦，这个 Leon Hook， 啊，我真的想要把它从棺材里面挖出来，哎，然后够，是不是这个地方叫做揭幕镜啊？东西夹在这边，我这样推测了，哦、啊，然后揭幕镜呢，啊，没有揭幕镜，那你怎么样子看呢？这个很头大的问题哈、哦，不管了，历史凡走过必留下痕迹哈。哦，那今天老师特别跟大家介绍，从那个洪荒时代，也不能叫洪荒，就没有医学之前，我们所面对的那个台湾的医疗史，在还没有见到这些医疗史之前，我先给你们看一下今天跟医学有关的某一些报道哈。Let me see， 开启，好，我多看一眼来不？好了，没有也没关系了。重要的是告诉大家说，今天老师有 call 一些报章杂志的，特别像你看这个报纸啊，你们现在远远的看到 BNT 疫苗全部都有了，可以打了哈、哦，全年程哦，全年程都开放，所以你们如果还没有打的，你们去打那个最棒的 BNT， 至少目前呢、啊、在全世界公认的。老师是打 AG， 打完以后第二天发烧到39度，我全医院的人没有一个人39度，根本没烧，只有我妈妈95岁，打了也没有发烧。可是没有关系，因为我相信 UK 就是大英帝国他们的技术哦，连他们的伊丽莎白女王也打，他们的 Johnson 那个 Premier 就是他们首相也打，对不对？哦，他们这个大英帝国的技术哈、哦，让 A G 这个疫苗开始打不出很多事儿啊，大家都害怕，哎呀，这做诶安怎要怎讲啊？哦，大家惊到要死。结果最严重的老师，第二严重柯P跟陈时中、顺时中，他们两个也发烧，啊，也造成头痛、酸痛，偏偏老师烧5天哦，从39度、38度半。然后第三天38，然后37度半，37到，哦，37以下就 OK 了。总共5天，我才吃2颗普拿疼。啊，那个普拿疼不是因为我有痛苦，我是知道说，啊，那休息也浪费哈、哦、一些热量。我也没有头痛，也没有什么全身酸痛，更没有什么身体像被火车撞到，一点都没有，哦，所以很 easy 的，这样就，啊，第二次再打的时候我也准备好，好了，这次给我40度，我也不怕。哎，结果打下去还好，第二天才37度4，哦，那这次连普拉腾都不吃了，37度4，那是正常的反应嘛？啊，打针的地方也不痛，那就过了就好了哦。那今天看到这个报道，哦，我觉得是很好，因为你们可以，哦，要打不到的、轮流不到的，什么孤儿的哦，什么什么玩意儿，啊，你们就不必当孤儿。看看我今天有一些，怎么会刚才没有 call 过来吗？实在不太相信，再试试看。这个设备可以更快速的把它，很快速不重要，内容比较重要。不是这个，就这个。好啊，这来取下去了。这个不，啊，这个哈哈哈，有里面有东西的哈、哦。哦，刚才我掉掉了，预览就可以了。哦，看到了哈、哦，莫德纳。第12轮啊，还有 AG 还有 BNT， 那
今天就开始了，可以，不知道是哪一天了，可能这两天就可以全打了，啊，本土昨天的吧，加一个幼稚园老师的感染，闷了106天，连雪梨、澳洲雪梨都解封，哇，会嗨爆！我跟你讲哦，台湾可以嗨爆，对不对？前几天连假嘛，连续假期，你看肯定多少人啊？琉球、东港下去那个小琉球了哈，哇，还都爆满。如果这14天都没事，表示台湾真的已经真的才叫做治理了，哎，家里弄混了，治理家里哈，哎，这个真的是台湾福气。但是要记得，不管哪一种新冠疫苗，特别是莫德纳，都可能有心肌炎哦。这今天的最新报道，所以告诉你有胸闷啊，甚至于痛，甚至于冒冷汗，你就就医。有打过的人，你不要无缘故没有赛跑赛完了，自己在流汗，再喘不过来，就认为你是哈。不，小心为妙了。虽然不是真的那么多人都是打那个疫苗的并发症，但是会害怕，会群体催眠。哦，我讲过嘛，那个最早台湾最早的那个叫做流感疫苗，那个时候是杨志良署长，他是台大公共卫生系的教授，啊，他本身不是医生，但是在他的当署长的年代，台湾自己国光制造疫苗，啊，那个时候国家政策嘛，哦，赶快推出去打，那大家都没事，偏偏在礼堂里面。聚起来打的就是高中生，特别高中女生，啊，在那边打了以后就，啊，喘不过气来，哦，甚至晕倒，还抽搐，哦，丢筋，你知道？啊嘞，哇！记者最喜欢这种射三星的广，那个哦，广播题材，然后去照，然后就问，哎，杨志良署长，做疫苗也稀难为，杨志良偏偏用台语哦，故意用台语。让大家听得懂哦，有啦，有人资料等于就翁先啊，靠，啊，你嘛好心诶，资料等于翁先，不是没有，那是10万分之什么2到5之类的哈，非常少。何况那些高中女生在那边打疫苗，并没有死掉，只是抽搐了哈，hypernia 哦，过度呼吸啊，会抽筋哦，当然也有人昏倒，就是晕针的啦，没有真正的是疫苗让你。出问题了。后来为什么大学以上的女生不会，啊，国中以下的女生不会？老师曾经给来到我医院实习的医学系的同学考，哦，因为这个 不考不行了，然后80%的都打不出来，有20%医学系的女生真的厉害。我说老师，那个叫做集体催眠，他当女生过，他知道女生互相取暖。如果有一个同学哈，打针晕针啊，他现在赶快，其他的女生就会支持他，懂我意思？你赶快，我嘛赶快给你看，你看我跟你赶快，我就，啊，用力呼吸，造成我们叫 hypernia 过度氧，头脑里面氧很多就抽筋了，然后让你昏倒，干嘛？让你 calm down， 昏倒之后你就甚至于 apnea 就是一时之间不呼吸。但是不是死掉哦，它会让你二氧化碳又高起来，高到头脑里面我们的那个 chemo receptor 哈，化学接受中心说，哎，二氧化碳太高，给了喘气，啊，然后又喘起来。本来你是过度喘，喘到你二氧化碳已经太少了，啊，氧气太多就要让你暂停呼吸，因为你氧已经够了嘛，够了你再多氧有什么用？不好，身体的安全机制会让你休息，而这个休息。躺下来昏是昏厥，人家以为是你死掉，还是说什么哦药物过敏什么诸如此类啊？不懂事的高中女生们，你们已经走过那个尴尬年龄哦。高中女生们最又懂又像不懂啊，哇，很多事情就是最麻烦，所以已经到医学系来老师实习的都5年级以上，那已经太有经验了。他离开高中已经5年以上哦，何况医学已经读了，他就很清楚啊，老师那个叫做集体催眠了哦，所以。很好玩，那杨志良他不是医生啊，你就不要讲那个有人做料等于的翁先这种话嘛。啊，结果那一年好多人不打国光的疫苗，拜托，国光疫苗是最好的，你知道吗？老师偷偷告诉你，只要是国产的都是最好，因为我们的疫苗里面不必加 adjuvant， 就是他们说的佐剂，
佐剂里面有很多 protein， 是为了要增加它的 antigenicity， 让它抗原强一点。从那个时候我们只有两个，一个是从荷兰进口来的，一个是台湾做的。那荷兰送到台湾船运的话，那个时候不像现在飞机，我现在讲的故事是20年前的故事了，那时候有同学还没有出生。那个船运运到台湾几个月以后，那飞机的话就算是那个冷链保那个温度也没有像现在这么好，所以都一定要加点佐剂，让它时间上能够让它不要衰竭了，它就半衰竭，不要很快那个力量才强。可是那个佐剂会出问题，而佐剂出的问题是什么？你知道吗？现在你们常看到一个医学名词，你们看不懂，叫葛林巴氏症候群。葛林巴，你要用英文念就好 ，Guillain-Barré syndrome， 简单讲叫 GBS。Guillain-Barré syndrome 是什么 syndrome？ 就是一个真正打疫苗，不管哪一种的，台湾的一样，不加佐剂也一样哦，加佐剂的更甚，它会产生一种叫做我们的中枢神经艾迪翁。中枢神经它是一个 neuron 神经元，它有一个 axon 叫神经轴，那旁边有 myelin sheaths， 哦，就是髓鞘。啊，那个打疫苗有10/2-4的人会 demyelinization 去髓鞘化，10万个才有2-4个哦。那那种是 gradually 慢慢的发生的，不是打疫苗当场就会怎么样 ？No， 2-4个礼拜它慢慢的对称性的麻痹，右手麻痹，不然就左脚，不然就右手左手，不然就左脚右脚。Anyway， 就是不规则的。啊，那种麻痹是真的就麻了，就怎么变成中风一样不能走哦？啊，赶快送医。医生一问，哦，原来打疫苗刚好2个礼拜以后的事嘛，2-4个礼拜嘛。哦，半个月到一个月中间 ，gradually 产生，不用害怕，这个叫 Guillain-Barré syndrome。那它只会让你的 neuron 暂时性的传导出问题。好，开始做复健了。不用吃药哦，啊，但你可以吃维他命 B1、B12，那个对神经有帮助的 vitamin， 蔬菜水果里面都有。然后开始做复健了，哦，到复健科吼，把你照红外线啊，照吼什么超音波比较强一点哦，让你里面的氧气高一点，温度高一点，然后做复健，把你救了，差不多半年了，这个是标准答案哦，考试会考的医学系哈，半年后95% 完全 recovery， 完全好掉。所以不用害怕啊！你现在看到的报道都是当下的，有没有？哦，今天怎么又有人打 BNT？ 星期个在跳一啦吼！阿伯的连台湾打的最好的高端的技术是次蛋白，那就是你们从小到大打的那个日本脑炎的啦吼，白喉、百日咳、破伤风，那种用的技术啊，何况这次我们用的高端的，自己国家是从美国直接移植他们的 DNA 的那个 sequence 过来做的。技术就从美国来的，啊，美国人做那个戏啊，你台湾做那个戏啊，故意讲白点的，就是团队党在那边故意把小烟戳了，哦，结果你看看台中医院哦，前田院长那个是国民党籍的，哦，啊，他呢后来升官了，到首都，现在台北市的联合医院当总院长 ，CEO 的院长。他用他们医院里面医护人员300-400个去做高端的白老鼠，在我们都还不知道这个哦疫苗还没有进来之前，他们3月份到4-5月中间已经打完2剂，已经都有了抗体，而且抗体之高哦，让他成为我们的骄傲。现在已经拿到南美洲啦，哈，那连哥伦比亚是几万个人要求我们把那高端拿去那边给他们做。那个哦，人体实验，那健人体实验也在防疫了，啊，国家要出钱哦，平均一个人要将近10,000块美金的资本哦，他们国家出的，我记得是在40,000剂啊，多少，就是很高量啊，在巴拉圭也是这样，巴拉圭之前就做了，哦，那这些当然要赶快拿到那个 EUA 那个哦同意嘛，哈，哦，然后全世界可以通用。而台湾打的这个现在已经有国流，好几个国家都 OK 了。那美国本来就不用害怕，台湾是一个几乎免疫的国家，所以美国只要是台湾的，你都不必打任何一种哦，他都认为你可以进到美国。你看，啊，你打得更好，打2剂那更好，我在美国可以四处游，
啊，台湾之能够成功，讲白一点，真正成功不是那个疫苗的功劳，是因为我们都戴口罩，哦，这个隔离才是最好的政策，哦，所以这个要记得哦，这是今天的报道。那今天也刚好大选过，捷克总统住进加护病房，这个送给我们好几十万剂的疫苗哦。那没有想到，因为他们的那个哦 ，Delta 株啊，讲真的 ，Delta 株在台湾还没有爆发了，我们叫 outbreak。如果真的 outbreak， 讲真的，我们也会中，还好都被控制住了哦。虽然有好几个真的很恐怖，至少被控制住了哦。现在是捷克总统进入加护病房，哇塞，人家那个英国的首相哦 ，Johnson 他是没有住加护病房，人家说不行啦，你首相呢硬拖进去了，但他没有上那个哦这个插管，哎，几天后他就出来了，因为他年轻嘛，他留着一头散发，然后哦又在那边哦，他是因为形象像那个贝多芬那种散发哦，而且煽动力很强，现在好好的哦。那 A G 后来统计上老师打这个 A G 哦。因为我医疗人员没办法，第一次一定要先被打了，所以很快就打了。第二次老师不但没有问题，后来我发现统计学上 A G 哦，开始的才 67% 的那个保护力，没有想到后来它可以 lasting， 可以延长到一年以上，会这样高起来，懂我意思？开始你看不出它的效果，都输给 B N T 哦 ，B N T 很快哦，啪打下去就这么高，可是半年以后喵下来了，现在全世界连 W H O 在一个月前还说不要打第三剂啦，复国你好牙国，然后站起来国家没有疫苗的，你 BNT 送给他们打啦。结果呢，才在两天前 ，WHO 谭德赛，我拢记得说谭德赛，那个 General Secretary 哦，那个赛是足酷的，中国不知道怎么样收买他，台湾报给他们资料全部不相信，而且还说台湾是故意在找茬，还骂他是 Negro 黑人。他是肯亚的哦，伊索比亚。其实以前肯亚跟伊索比亚是同一国了，现在才有分出来。他是伊索比亚的卫生部长，而且拿了很多那个中国给他的那个资助，所以拿人的手短，吃人的嘴软，他就替中国讲好话。台湾老早就去武汉的地方已经发现，哎，这不对哦，这个已经跟我们台湾2003年那个时候的 SARS 一样很危险哦。啊，你怎么没有发布呢？啊，来打 WHO 讲。WHO 外发布，我们台湾人不是 UN 的联合国的会员国哦，您讲哎，好像没听到呢。妈的，这个医疗还有疆界吗？台湾是防疫最成功的，包括以前的 SARS 啊，你既然这样欺负台湾，没关系啦，小度会丢，就把你有看，就把台湾第三季要打了，所有台湾 BNT 的国家哦，特别今天又公布了，今天公布什么？打中国科兴疫苗的一定要打第三剂，因为没有用，打他们疫苗就是要开花，哎呀，上面很高，咚，这样子下来。那老师现在打那 A G 是，虽然开始67%，哎，后来70%，后来90%，哇，96%一直 lasting 一年以上，哦，说这个误打乱撞，老天有眼哦。那我们看看今天还有什么报道哦？当十二轮哦，像提供刚刚讲那个 B N T 全年纪都开放哦，特别。好像国小12岁以上都能打，现在已经美国他们有研究到那个一年级都可以打了，甚至6、7岁了。这个我不敢 sure， 因为他们还在 try 哈，我们就不管他。全国的医院慢性病房已经可以有条件看病，以前才可以一个嘛，哦，现在可以两个了哈。然后 PCR 那些哦，那还有快筛啊哈，已经没有像以前那么严格，是3天就弄一次，而且要自费。这个都已经改掉了，所以你看到这个是很高兴，这今天的最新报道。那昨天的台湾自由时报第一版，法定传染病麻疹，德国麻疹去年零确诊，哦，这个实在是老师看得很爽，但是也很痛心，因为以前我们是靠这些传染病在赚钱的，妈的，现在大家戴口罩，哦，为了防止武汉肺炎弄得没有传染病了，这是法定的，法定传染病是严重。从小的时候，哦，我们台湾，老师上次有给你看，哦，我祖父在日本的总督府里面当文官，哦，结果我自己听姑姑、叔叔他们讲，我爸爸也会告诉我，你有好几个阿哥都这样死掉，出麻疹死掉，哦，德国麻疹比较不会死，但是它会造成那个不孕症，
哦，那或者说是心脏的毛病啊，甚至于有的脑会出问题啊，最多是先天心脏病，在那个妈妈怀孕的时候才得到德国麻疹，所以我们国家现在是给刚哎国中毕业的女生一定要打德国麻疹的疫苗，它的出麻疹是从头到尾，上面慢慢下来，哎，头没有了换脖子、胸膛，胸膛没有了换肚子跟脚，然后耳后淋巴腺肿大发烧不退，而麻疹不是这样，麻疹是出麻，啊，过一句台湾人、南部人咧才听有，我说出皮啊，出皮啊，这句我听过牙手，我讲咩啊？哎，那暴露你的年龄了哈。我、哦、今天跟老师来的是两位助教哈、哦，啊，都是那个哦，很有台湾性的，跟老师长期在哦抗争，为台湾来出力的过程，哦，啊，今天他们好好来学习一下，因为明天、后天在国立中兴大学，我们的好朋友国防部的部长哦，蔡明宪前部长，他呢要在那边开一个法政会议。他以前是黑名单，回不了台湾的，但是巧选的立委，所以他那时候国代可以回来跟李登辉直接跟他杠，用台语咨询。那李登辉你就知道，后来显现他是一个叫做隐性的台独，他不敢让人家知道，因为他的老师蒋经国哈、哦、认为这个人真的很好，居然好到现在台湾都因为他的缘故，我们不用流血政变，我们就可以自然读、啊。你们同学现在90%人都自然读，除非有10%是因为家庭因素了。哦，1949年从中国那边来的，在眷村里面长大，你就很难呐、啊，很难叫你承认台湾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你看这是蔡英文的，哦，那个双十节的总统文告里面讲的，就说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两个不相隶属的国家，已经讲清楚了。这两个不同的国家啊，你还被人家骗说你是一中。当然了，理论上讲，我们是盗用“中华民国”这个字。中华民国叫 ROC， 对不对？你们知道吗 ？ROC 没有灭亡哦。其实它还存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五个会员国常任理事国，中美英法属那个中国的席位上还用 Republic of China。请问？2758号公那个决议案已经把阿尔巴尼亚提案了，已经把台湾那个时候讲得很出彩了。就拍天啊，蒋介石窃取联合国的所有席次，赶出联合国，所以我们就退出联合国，是这么来的。哦，这个叫历史文件哦。结果呢，蒋介石后来怕输遭殃嘛。1949年，两个卡业主难怕变来台湾，啊，到底遐台湾食台湾米流台湾水诶。啊，72年啊，所以蔡英文在双十节那天讲的，中华民国在台湾哦，他已经有72年，没有错。你从1949年算起，因为194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北京政府取代孙文革命成功，黄花岗烈士死掉的这个中华民国在南京的政权，而且联合国在1971年已经把那个哦那个台湾蒋介石集团哦，非法占领的全部赶出来。你看嘛，联合国已经安尼，你是要干讲啥？啊，咱今晚那一定要护照身份上面还写中华民国，那个叫做股票市场叫做借壳上市，哎 ，gay 啦，你知道哦，拢是 gay。啊，骗的呀，政治，哎呦，政治哪里有多少真？我常在骂中国嘛，14亿人口，13亿都在骗，还有1亿在训练，啊，你知道哦？所以咱底这里。中国人统治台湾的年代，受摧残的72年，还好了。最近，哦，我们恨铁不成钢。老师不是民进党员哦，但是我跟他民进党说，你们民进党，我比你们更民进党。我们只有建台湾、建国独立才叫，哦，才能够安下心来。哎，现在蔡英文也开始改变了，已经讲清楚、说明白，现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在台湾这个国家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两个互不隶属的，两个不同主权的国家。我还比李登辉更强。李登辉总统那个时候，他只敢讲说，台湾跟中国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特殊的。啊，但中国也会跳，但是跳起来没有用啊，因为你没有一天真正的统治过台湾，没有收过一天的税金，你没有管过台湾的主权，也没有国民教育在台湾，也没有那个领土哈。一秒钟都没有，你只有大明帝国、大清帝国曾经来这边占领过，还不是回去跟日本占领台湾又滚蛋，不是一样吗？
对，这个那北部不是有西班牙跟那法国都占领过北部吗？在郑成功的年代，啊，那些你都要算的话，那现在随便一个国家出来讲，哦，我就主张我占领，就是特别日本，日本在马关条约里面还白纸黑字哦，台澎没有金马，要记得金门马祖不是中华民国哦，台湾跟澎湖永远割让给日本，永远哦。那他们在1945年8月15号无条件投降以后哦，也没有把台湾拿出来让联合国指定给谁，只是托管，一拖72年。蔡英文在那个前几天讲的那个就是这个意思哦，那就是讲就看就期了，所以我们巴不得能够真正的证明，可是证明自限哦，那个 China 就会开炮，讲真的，那所以现在蔡英文当然比较没有胆了哦，那让他慢慢的、慢慢的像潜移默化中间偷渡，哎呀，太多国家，包括捷克，包括斯拉夫哦，那个还有澳洲了，还有美国啦，加拿大，天哪，澳人呢？他们的众议会参议员开会的时候，大家起立拍手，全部通过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哇，你嘛较三八嘞，咱都唔敢讲伊替咱较敢，因为咱若直接讲出来，美国嘛唔肯嘞。你如果讲讲，哎，你卖乱好无？我已经有给你那个台湾关系法，让海峡中线哦不要打仗了，啊，你再宣布，啊，我得维多利亚叫我的那个阿兵哥来替你们死。他们也不愿意，不过、哦，我们快要到10月10号前一天哦，美国总统拜登哦，就联络上习近平了。本来飞机149台嘛，哦，来跟我们恐吓有没有？后来只有一台，那就是因为习近平接到拜登，不知道怎么样跟他哈，我们怎样了？是不是在美国你有小三？我拜登都知道，还有在瑞士你有藏钱，我都知道。你来看，你气看嘛呀，都几百块，你搞气看。结果呢，那台最后一台放个屁走掉了。隔天哦，庄世杰都唔敢来啊。你知影？啊，张主任差不多一台，啊是两台啊，都写写艺术艺术啦吼。反正妈太没面子，被你是拜登这样吓得屁股尿流啊。但是因为你太暴政了嘛，你一天到晚是不是什么什么什么哦，同胞，台湾的同胞啊，既然是同胞，你为什么还1400颗飞弹面对台湾？放在射程里面，我们只要求他说你拜托退20里就好，你就表示你是在保卫你的国家，对北韩啊，对南韩啊，或者对哦印度啊，都是你们的仇国，你不要把那个枪口炮弹对台湾嘛，这样不行的，这样是针对台湾，所以哦，话讲这个屁噶，我直接口噶臭家的臭不了，啊，真的没办法，这个实在是很气人哦，哈哦，不过没关系啊，反正借壳上市哈，就看九七。哦，你看啊，蔡英文在我已经替他讲完了，过不地鼠哦，这是最近，我滋养医学是忘记讲这个更重要的国家制度问题，哦，这一篇实在是，内人突然间哭起来了，内人就是，谦虚的称自己的太太了，不然的话以前台湾哦，学到中国人那个大男人哦，我们介绍自己的太太，我都想一张，这关梦。这关差别啊，很要羞哦！你的太太啊，你敢讲这差别？你轻视女人到这种程度？啊，没办法，因为大男人主义的国家带过来那个汉文化就是这样，只有男人没有女人，女人叫半丁，男人一丁，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好的男人不当兵哦，你要当兵会去买隔壁。阿牛他们家很穷，所以阿牛来替我儿子去当兵打仗，杀死了，反正我给你32两银子嘛，吼，阿老婆那砍丢了，啊，家里穷人只好这样啊，好铁不打钉，好的铁哦不打钉，烂铁生铁才当铁钉，好的铁要怎么样炼钢炼成，哇，天哪，那个钢质很好的就可以当劳力士。然后这个是比较便宜的劳力士啦，我去瑞士买的。这里面的那个时针哈，短针、长针哦，就是用好的铁去炼成钢，它不怕那个哦，就是腐蚀啊、生锈。那你如果是烂的铁，就钉子啊，钉子一支5毛钱。这个我跟你讲，最少这个长针一针一根哦，最少要5万块，价格就在里面哦。那个啊，所以这种
极端轻视女人的这种文化，我们不要接受了哈、哦。我们知道的啊，这个人就是讲说，林太太哈、哦，跨九岁之后，陈柏伟 ，Thank you 哥啦哈、哦，他的出身很卑贱，他曾经在那个赌场里面生活，因为爸爸是澎湖人嘛，妈妈是 China 那边过来的，啊，结婚以后生下他，抛弃他，啊，只好在哦阿公啊。养的下面长大，阿公、哦、每次吃饭的时候一定要叫陈伯威，搞谁后，你用台语搞介绍你的身世，你是安怎，你老爸啥，你老母啥，你安怎老爸老母离婚，阿阿公你家己饲吼，类似这样，拢做用台语，所以陈伯威的台语讲话足赞的，迄底所有的那个叫做政治人物里面哦，只有王定宇，还有一个叫台联党的刘英德，这三个人可以比哦，出来弄输赢。老师礼拜天特别为了陈柏伟，在乌日一个庙宇旁边，哦，搭了一个帐篷，来替他造势。老师当主持人，国防部长哦，蔡明宪，还有很多台中公益行动教会的庙宇里面的不分宗教、不分那个种族、不分语言的人，哇，那不敢共用用，话就哎，能干嘛哎？爱来替他造势一下、哦、因为大乌龙地区嘛，还有一个是雾峰，大就是大肚，乌就是乌日，龙就是龙井哈、哦，那澎湖哎、欸、不雾峰了、哦、这四个地区要把他罢掉，要罢他的人是什么？检举他说他是林呐、啊，他问政林，没有一次问政，没有提案一次，他的表现都是林。结果那个人就是现在刚刚选上国民党当主席的苏立伦，后来一发现，天哪，他提案在立法院里面最少11个，他的另外的民间服务2500个，他不但没有逃离我们台中，他高雄人嘛，因为朋友吼过来遐探家，哎、啊，伊老爸啊吼，不然我甲饲，安怎饲伊啊？带他到赌场里面，他爸爸当赌场的。那个身份证后来误会了，然后领很多钱啊，抓他爸爸，他爸后来真的被抓去关啊。从小他就在赌场里面混，哦啊，吃那个赌场大家哦便当剩的吃啊，就这样的混日子，所以他至少活在那个一个很卑微的世界，那个世界是让人家瞧不起的，因为哦阿姨阿嗯阿伯啊，就一点点钱给他，他才能够生活。结果他靠什么来赚钱？靠跳舞机，你们有没有那个跳舞那个跳？他去1999年台湾全国比赛第一名就是陈柏伟，现在都被挖出来，一个没有人要的小孩子，靠自己后来读到国立高雄大学资讯系毕业，他这样拼到台中，把严清标这票人干掉，因为严清标哦。阿飘啊，那些红派、黑派的海线的地方都支持他，因为没有一个人敢得罪他。你敢得罪他，连议员都被叫到他的房间哦，呆等战烂，看你敢不安怎？你抵挡我的法案，你敢被气看怎样？后来有一个还有阿拉就是咔咔，砰，那个叫阿拉，就是枪嘛吼，枪啊枪，咔咔。哎、欸，为了这样叫小弟顶，他杀人叫小弟顶，然后小弟关，后来发现他这条他没有起诉，但是后来是带他23岁的孩子哦，去酒家花公家的钱，因为当到议长嘛，台中县那时候还没有台中大台中县议长，权力太大了，连县长都要听他的话一半哦，那不一定完全听了，但那个势力之大，结果他23岁还是跟他一样用公款去酒家。藏酒家包刷酒啊，杀实业那个赚的钱之多，因为没本生意嘛，你砍回来，荷兰就是几百块你砍，你敢来抢我的生意，砰砰就这样子，所以人家会后来讲的消波块有没有？死掉的人就把它弄在消波块，说水泥封起来就放在海岸边，哦，大家去干嘛去？哎，去啊，他跳，后来就做一个消波块的小小的模型送给行政院长，呵呵故意哈、哦、把这个事情。用好笑的话，但是贵体都无疑都亏钱，这样才行。这个他真的被抓去关，这种真正的犯罪被关的啊，三九哥有没有犯过罪？有啊，他真的有被挖出来，他以前撞到人造逃嘛，
啊，赵法后来被警察提起公诉，不是那个人告他，因为他有跟他和解。啊，那个人还打电话到检察官那边，哎，检察官，这吼、哦、三舅哥你卖个提手啦，我伊拢搞好有后啊吼。啊，现在已经80多岁那个以上，在20年前60岁的时候被撞，啊，现在已经身体好了，人家也拿40万，那个时候40万，他打工哦，分期付款哦，先投期款20万给，剩下来就是吼、哦，然后一个月5000、5000这样。完全赔光啊！他赚钱就是赚什么，就是哇！我不知道那个跳舞机是这么厉害，那个速度之快啊！哦，结果他的资讯业让他有那个资讯的头脑，知道下一个电脑会哪一个程式出来，啪啪啪啪啪赢了，赢到后来真正来当了用台语咨询的立法委员，甚至于上次他有国防部长，现在姓邱那个哈、哦，他真的那个是很悲哀，他眷村里面长大，台语不会啊！立法院已经通过一个叫做翻译。的法律了嘛，你听不懂就是有翻译机啊，啊那天没有拿出来啊，结果他是跟他平常一样，哦都是用台语咨询的，啊那部长很生气的，好像你侮辱我什么，盖家踢完给嘛吼，啊为了人家讲，哎呦这立法院失职啊，你在咨询台上如果有原住民，他只会讲原住民话，啊你不是有翻译给人家吗？啊你为什么我三 Q 哥讲的，哦是一个很本土的台语，啊你听无你就甲我讲，我咧甲你侮辱吼，啊为啊。哇，这个前国防部长，他现在当退伍废的，哦，那个就比较厉害，那个塞那个驾驶空军的，驾驶那个军机的哈、哦，他就、比较懂，先跟他沟通，哎，后来陈伯也就也会用那个 Mandarin 叫华语，哦，其实叫 Mandarin 满洲语了，哦，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叫普通话，啊，这是满洲语是长江以北的，就是河北，哦。河北的话，或者是，反正就是长江以北那个北京话了。北京话要这样讲，我的名字叫张启忠，我告诉你，这玩意儿我都能，哦，跟脆筋，哎，讲话要卷舌的，而且讲的高亢，他妈的逼，这玩意儿，哎，你讲，啊，但是他不是人打你阿扁啊，叫啥阿扁？你介绍你的名，我叫陈水扁，他讲蛮个扁扁的音。你早就不要文化呢，我叫陈水扁儿，哎，这不客气，对吧？这是一种文化凌虐，好不好？我都是，所以从小我是跟，我虽然没有那种悲哀的过去的哈，啊，这篇文章就是这个人，他突然间看到他太太怎么看到三舅哥哈、哦、被凌虐了，哭起来了，他一直隐藏他过去，后来才跟他先生慢慢的，最后要结婚才道出来，他也是一个哦很。悲惨被关的、哦、家庭很凄凉的这样子、啊、希望他先生确定你还要娶我吗？他先生终于娶了，因为爱情的力量可以 包含过去所有的不对，家里的不对不是三 Q 哥本身，三 Q 哥本身自己又没有偷盗，又没有抢劫，又没有杀人、哦、所以一刚一马公开叫慷慨激昂，特别那天老师邀请到那个、林长佐，你叫什么 Freddy 你知道吗？哎，他在舞台上不是这样，在舞台上他笑哎，啊，重金属哎啦，我看了到底我心中嘛给我惊哎，哎，但他粉丝很多呢，哦，他太太比他更彪，你们看到那个那个林长佐的节目，他叫 Freddy 哈、哦，那脸画出来就是一个乌鸦讨回中兵哦，哦啊他也来了，还有一个王瑞德大哥在电视台以前当记者那个，哦，一个公文够好，老师都已经考在好啊，一个彪好。要求黑干公不养，大家拢走啊！三 Q 哥也走了啊，林长佐也走了。哎，所有的父老乡亲就把那个王瑞德留着。哎，瑞德跟我们照相好不好？嚯、哦，我夸张唬你，在这种不是戒严呐、啊，在这个疫情这么严重，居然有一大堆人在太阳下排队要跟他照相，我都安排享受过这种 honor。哦，所以瑞德来聊公举相片，贴个伊啊，拍个奥密码吼。啊，这个内人哭了，这个实在是很感人呐、啊。哦，我们台湾现在已经不要计较这个，好不好？已经都变成 hybrid， 特别哦，他被人家侮辱，后来三九哥说我是杂草啦，我杂精啊，我都无啥，我老爸也是平湖人，我老母也是中国人，哦，中国新娘嫁过来，我是杂精啊。同学，讲到杂种这句话，我要跟你们更正，重要的是一个很好的 hybrid， 你现在车子里面有油电。他已经写 hybrid， 我们翻译出来，医学上叫做混血儿。例如刚刚我混血儿，这个你，国庆日的时候出来唱歌的，
跳舞的都是很多混血哦，哇，有够缘投，有够水啦，迄是普罗水，是妖秀水。啊，这种水在哪里？就是混血。而混血这个字，你查字典，他不会写混血，他叫做杂种，懂不懂意思？所以三舅哥他后来讲说，我长草了，我长偏了啦，我硬了，我的过去是这样不堪，但是我现在直立，我现在在这边服务的有五个服务处，哦，总共25个那个他的那个助理在服务大台中地区的哦沿海，我刚才大乌龙、雾峰地区，安尼干不够好，啊，你要好安怎？你别给我安装我，人家讲的慷慨激昂，老师照的那个哦。你看今天如果在哦看 Facebook 上老师节目，你会看到老师哦后面有很多不同的哦。老师在30年中间在电台里面做节目的那些内容，你就看到那一篇哦。那天王瑞德讲的 ，Freddy 讲的，跟三舅哥讲的，可歌可泣呀、啊，让很多人这样传。你知道，老师没有看过我的那个 Facebook， 可以到今天哦2400多个这样子一直传观看再传给人家，我看嘛几百下你看尔，啊不是讲汹涌，因为迄天我离开现场哦，乌日的那个庙宇离开的时候就228，我说哦28这个数字又出来了，因为28你们可以放假，这是一个很丑陋的一个纪念日哦，那你们也不懂哪一个日子，那是什么样的日子，现在你现在懂了，而我看那个数字很高兴，回到家已经300-400个，昨天一看1230就是1230比28多了嘛，后面那个柱1000多那个多出来，今天一看已经2000多了，你看多少人、哦、私底下这样子来支持他哦，这起来人哦不平啊，莫敢不就这个人一样哦，给、okay, 那些看完了，那今天很重要的一个另类医学里面，台湾我们长久以来走过这另类，可能这一篇你看过，但是值得你再看一次，这个另类医学哦，这里，哦，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个，哎，这是什么？同学，你哪搞讲者？这娃娃不累啊？啊，这什么意思？无法播放？哎，你妈呢？我是憨憨播者影片，你都无法播放。来，过来，这一定有可以剪，这个可以剪。用到开启、哦、自动开启一旁听啥意思啊、欸、有没有高手啊，替老师解一个这个 WMV 的档案，因为这个其实没什么、欸、就是一个播放清单播放我上来下一步我同意了同意安装等下来的金更美啊，过了哈、哦，啊，关闭吧，我们试试看。哇、哦，老师就这些步骤，想讲几块人，那个平常在放都很简单，可以放出来，有时候就会这样刁蛋刁塞，有没有？好像可以哦，你关闭哈、哦，是不是？啊，是这样吗？还是不能关闭？啊，抓到旁边就好了。即将播放，我们来试试看，是它就开始播放。外开启，这没办法开启的哦。那这个呢？不对，他有说即将播放的，无法不能就关起来嘛哦。哎，那是创啥？干不了呢。第三，有没有同学真的有高手哦？哎，可以解除一下这个。他在某一些软体上可以被播，而有时候他在某个软体他就不让你播，真的会有这种。好，我来从根源，我电脑还没有拉掉，所以我相信上面可能还会有，我来试试看，自己从这边点看会不会出来，也不行，直接这边用。Hot Player 也不行，直接这边分到哪里？太像，我们试试看。你刚才我刚录一个，他所有的软体是不是自己就可以？还是不行？
我才有在赚呢哦，不然又放了一灯。唉，那就好了，管那个以后再看。现在今天，在台湾哈、哦，最早，跟马杰博士哈、哦，啊，其实讲真的，马杰他不是一个医学博士了，他是一个拔牙的宣教士，可是因为他太会拔牙了，他来台湾哦，是从哪里来的知道吗？从加拿大多伦多哦 ，Oxford County 牛津郡佐拉镇哦，一个10岁的小孩子去到教堂里面，听到牧师哈、哦、跟他宣教说，你们要到偏远地区哈、哦、上山下海哦去那边宣教哦，把苏格兰你记得哦，连美国的独立战争都是苏格兰啊，这个时候要跟大家解释 UK 哈、哦。大英帝国包括四个大部分，第一个叫 England， 旁边苏格兰，旁边北爱尔兰跟爱尔兰。爱尔兰共和国是一个医生 Michael 领导革命，他最后被他的同党的哈，因为看他很臭，天寒宫这革命也失败，砰把他打死。半年后，爱尔兰独立了，现在已经跟大英帝国里面虽然是都叫大英帝国 UK， 可是它已经不归于女王管的，它是独立的一个国家。另外是北爱尔兰，哦，一个是苏格兰啊，苏格兰就是美国独立运动 Mayflower 五月花号哦，那一条船到了 Plymouth 港啊，进到那边成为美国的创国的这些元老，可是他们欺负原住民，把那个时候所谓红帆哦，红帆救他们呢。他们快死掉，一半人都冷死了，啊！人家教你怎么样种玉米啊，哦，抬灰鸡啦，什么种植那些，结果他们抢起来，白人就杀印第安人，印第安人被抢，现在都已经还他们公道了。最近哦，连加拿大也是这样，有他们特别去自己的，而在那边苏格兰的这个小孩子 George MacKay， 他呢听到这个讯息，长大以后就到美国 Princeton。去读神学，在那边他就要到远东，他头脑里面到基纳的地方，基纳，支那，支那就是孙文讲的，孙文叫我们国家叫支那国，因为大秦帝国秦嘛，从秦一直哈、哦、革命，现在推翻大清帝国，我现在叫支那国秦，所以基纳。好，那他印象中是这样嘛，他也不懂远东什么东西了，可是他学会一点医术。成为宣教士以后，就坐着火车，经过加拿大的那个，一直到今天讲的 San Francisco 旧金山，在那边混换成大轮船来到远东，到了日本，停下来要哦加油啊怎么样？看到日本的苦力，在那边背着很重的行李啊，吼，咻嘿咻，哗那个哇，他一看到哇，吉娜吉娜。哦，他讲的是中国人，原来支那人这个样子是这样的。后来同船的那些英国人哦，那些 gentlemen、ladies 跟他讲 ，No, my guy， 这个是 Japan， similar to China， 有一点像 Chinese 那个样子，但是他不是 Japanese 哦，他才懂啊。然后在船的上面就教他东北、东南哦，就是亚洲的东北的。包括韩国、日本、啊、北韩、啊、台湾、啊啊、马来西亚、啊、香港巴巴巴巴的道理、啊、跟那个地图他才懂，他先船都已经坐到日本才懂，不过还好他那个心不改，他后来到了马靠就是今天我翻译出来叫什么赌城那个地方，香港旁边那个赌城澳门、欸、在澳门那个地方内、哦、地会的牧师跟他讲，哎呀内地 China 的内地我们已经有派宣教士了，不缺的，那你去哪？去那个哦，佛摩萨的地方，哦，佛摩萨过来呀、啊，因为顺服苏格兰的长老教会的差派，所以他没有二话说就，哦，到了达告，达告是哪里？把狗打了，哦，不好听，日本人说达告，翻译出来叫高雄，哦，在那个地方，因为有英国的领事馆，他是1971年。到那个地方，啊！1972年，他就用台语讲道。他从哪里学台语？
从比他早三年、四年来到大告的一个 Lee Hill， 一个英国的学教士。啊，其实台湾在那个时代哈，之前两百多年前的那个时候，就是1624年有荷兰医生，因为荷兰他是巴达维亚总部。印尼的那个东印度公司哈，他们的商船，但是上面有两门炮，从那边来到平湖。什么叫平湖？就今天的澎湖，因为太平洋平嘛，没有台风的时候都很平，所以那个地方的平湖成为大明帝国一个县。哎，荷兰人他懂什么？他只是海贼国啊，抢到哪边就哪，因为哥伦布、麦哲伦发现美洲新大陆，糟糕了，把这个好消息。告诉那个时候文艺复兴、哦、已经成功的、哦、那个欧洲的国家。那当然了、啊、哥伦布就是因为看到那个马可波罗东游记那本书、哦、太精彩了。有一个意大利，你看老师跟你讲意大利的医生也是太厉害，意大利的文学、意大利解剖学这些、哦、Leonardo达芬奇都是意大利的，就是那个年代的 医疗人员，包括他们的文艺复兴也是在哦，翡冷翠跟那个威尼斯嘛，那有一个人去到大唐帝国啊，他的那个冒险跟那个历史哦，哇，讲的天花乱坠了，写一本书叫《马可波罗东游记》啊，麦哥伦布看到，哎呦，原来地球不是方的，我们叫地方，地球要走到一个地方，咚掉下去，是海还是海的尽端是地狱？那时候人完全没概念。拱啊比较紧嘛，所以你知道在哦十六世纪的时候，他们就是因为有这一个哥伦布的故事，让他哦当了 pioneer， 像他其实那个时候是属于荷兰国的子民，他向西班牙很富有的国家的女王贷款借钱，然后我来探险，我如果死了就算了，钱也没得还。可是我如果去到马可波罗讲的有一个地方，因为那个马可波罗要经过大唐帝国，跑到基纳，要经过那个尼泊尔嘛，哦，那个阿尔卑斯山什么？哎，不是，那个叫什么山？是阿尔卑斯吗？不是，我们那边叫做就是最高的圣母峰那个山嘛，哦，反正他们有走那个印度啊，跟中国现在交界，常常在打架那个地方，有没有？然后他就去那边大唐帝国还当官哦。所以他写的里面活龙活现，他认为这个是真啊，因为他要越过那个尼泊尔跟印度嘛，所以 India 就是印度的名字、哦、印度人的 India、哦、他想如果我坐船的话就会像马可波罗这样会到那个另外一个地方，所以地球 suppose 是圆的，结果他真的哦，就船的上面不能带男带女人，因为女人我们要疼惜他，万一死了我们男人探险应该的嘛，还有不能带小孩，因为探险可能会死啊。可是我们愿意，因为这笔钱已经贷款来了，我到了新发现的新大陆以后，我可以把他们的很多宝贝啦、香料啦、什么丝绸等等等等可以卖回给你那个西班牙女王，就可以赚钱嘛，可以 balance 哦，所以他那么勇敢，结果才出去几个月就已经开始人死掉了，一直流血不止，牙龈流血、流鼻血、便血。现在的医学马上告诉你，靠，还这看单的病，上面病来，东西你告诉我这什么病？什么病会流血不止？好好人就这样死掉，什么病？赶快猜了好不好？哎、欸，拜托了 ，feedback。嘿，我伫美国吼，我甲学生讲，伊马上搞，嚯，我二十个拢讲答案，啊，创到咱台国甲解释，啊，恁来无一个甲我考，无一个甲我问。哦，塞哦，那你学习真的要学，要改变哈、哦，那叫坏血病 ，scurvy，scurvy 缺什么东西造成的？就是维他命 C 而已了。上了船，所有的水果蔬菜，不到一个月都吃光了或烂掉了，对不对？啊，只有肉，只有海中抓的鱼，那个里面哪有维他命 C？ 就缺维他命 C， 我们的血小板就不能制造凝血因子，知道吗？所以为什么这是 AG 打了很多人说哦会造成血栓呐、啊、会怎么样？对了，白人会的，黄种人，哎呦几十万人没有一个，那他们白种人几十万人有两三个就已经
让人家惊死啊！因为它造成血块就直接塞住我们的那个肺动脉，喘不过来就是跳眼哦，或者是月经血就变回没进啊。当然，这现代的医学知道它是缺乏血小板，就是维他命 C 就够了。那跟英国的皇家那种叫做血友病 hemophilia， 缺乏第八因子、第九因子那种，只要是男生就会遗传下来的病。我的男生拔牙会流血到死，男生去打仗一戳，那个枪拔起来，那个标枪不动就流血到死。所以英国最好不要有男王，要女王，因为女王的话，女人她带阴而不会表现，她不是显性，她是隐性。男生绝对是显性，哦，这种病就是这样。而那个跟哥伦布那种坏血病，那完全不一样。坏血病不是血癌哦，血癌叫 leukemia， 好不好？这个要搞清楚哦。上课老师会，虽然这个我们这个课有很多不同科系的同学来，也让你在医学上哦，要 smelling 品质要爬的才好。哇，原来医学是这样的进步，到现在我们都懂。那哥伦布也到了那个加勒比海，就是今天古巴旁边那个。哇，看到那个哇不同的人，南京话的告诉是印第安人，他就叫印第安，印第安，然后印第安到了，他以为他到印度，你知道吗？到哥伦布死哦，你看历史已经到现在500多年，哥伦布到死之前，他都以为他到印度，其实他是已经在墨西哥了，哦，墨西哥湾的加勒比海，就美国的那个最南端的地方，他已经发现新大陆，可是。一看这些人，哇，印第安人原来是这样子，结果印度的名字被他用在那个上面。今天我叫他印第安人，皮肤比较不用红一点，然后南方我说暗欢呐，哦，黑人 Negro 叫黑鬼，其实不能讲，叫 Black， 黑人叫 Black， 不能讲 Negro 哈，那五路人呢？啊，他从那边当然也得到很多那个他们的哈新鲜的宝贝们带回给。西班牙女王，哦，后来大家就接着后面就是麦哲伦探险啊，那大家都已经，哎，居然历史上现在才知道哥伦布以为他到的是印度，到死为止，他不知道那已经是美国了哈，哦。美国有北美，就是加拿大、美国，中南美洲，哦，加勒比海下来啊，然后在南美洲这样子，哦，啊，但是这个也让我们知道，他们带回很多香料还有药草，原住民他们很会使用药草，那时候欧洲文明已经快接近。文艺复兴太多，我们医学史上教给同学那么多的什么放血疗法啦，什么的，有希波格拉底医生哦，他也看出什么血液病、黏液病、黄疸治病、黑疸治病等等等等，非常有系统的医学，而且已经有医学院哦，那个时候的罗马真的太厉害，医学院所以教的东西里面有很多是现在讲起来是误谬的，来乱说都被葛伦教授断掉，所以我们称15世纪哦。的过程就是16世纪之前的1500年，叫做 The Dark Age of Medicine， 医学史上的黑暗时期。空白，居然1500年左右都是活在跟台湾一样的黑暗时期。他们讲的是欧洲文明没有错，但是医学上不必让他后了。是后来公会修嘛，火烧那个伦敦，把那个时候的黑死病哦，那黑死病这本书被1957年的时候，那个诺贝尔文学奖，那卡缪他才写出来 ，The Plague， 英文翻译出来叫 The Black Death Disease， 黑死病。他用法国某一个海港，那个海港哈，那个船进来，像那个缆绳，现在都会用一个圈圈圈起来，好像那个刀剑的盾，让老鼠不会从船的上面跑到他们港口。以前不懂，缆绳一拉，鼠疫症的鼠疫病的老鼠就过来了。让他用故意用法国的港口来写那种黑死病的恐怖，无奈无助啊！里面的医生啊、记者啦、啊、那些官员们啊，都跟现在一样打黑龙。当台湾是没有，因为台湾都很稳定。如果在现在的中南美洲、南美洲、巴西之类的，都算是烂的。巴西的总统出来说：“不用怕啦，不用打疫苗啦，你别都无你惊，口罩拿掉啦哦，大家都在跳舞啦。”巴西的圣巴舞三八三八哦。跳起来连总统还掉，啊死的人是比国已经死偌济，到即摆70万人哦，70万人什么概念你知道吗？1918年曾经世界发生第一个最厉害的传染病，死掉美国本土50万人，台湾
日本国的台湾已经有总督府医学校哦，奈何医师、蒋惠水医师、哦、杜聪明医师这些人哦，已经是台湾自己造就的。日本教授也还在啊。1918年，莫纳鲁道那个故事都还没发生的年代啊，结果那一年台湾死掉6万，你今天才死掉80个，就要骂执政党说，哈，你们害死这个80个，因为你没有用中国的啊国产的疫苗，就一个叫国兴，一个叫什么？科兴。哦，你就是安尼啊，这个三舅哥就是这样，触了他们弄。三舅哥说：“我才不要中国疫苗，中国疫苗绝对不要让他进来。”他说：“哦，啊，你挡这个 WHO 通过的，啊 ，WHO 不能不通过，因为他有赛我已经提了几啊，啊，所以也让他那个没有用的疫苗，啊，那个疫苗不是绝对没用哦，同学。”你们有看过老师医学史上告诉你牛痘有没有？牛痘的 Jenner 秦娜，他就是用现在科兴疫苗那种方法，直接把那个疫苗弄个细哈啊，减毒，然后给他第一个孩子实验，第一个孩子发烧死掉，得了天花。后来哦做一吊告衰，他把它稀释成为1/5，用第二个孩子再做实验，还好成功了。以后我们就打了那个天花一定要打右边，知道吗？你右边做一个疤痕，我像你们这个年纪大概都没有打了。我们那个年代不打不行，哦啊，你到非洲一定要打哦。你没有打的话，你到那边一传染你就翘毛，那个发烧哦，全身都长那个天上的花一样，很漂亮的，一个一个啊，然后发烧不退，然后等到你败血症死掉了，就这样死啊，很普通。黑死病是老鼠的，它不是病毒。刚刚我老师讲的是病毒。1918年也因为西班牙。国王死在这个病，所以称为西班牙流感。美国那个时候死掉50万人，已经不得了了。第四世界大战余烟结束，你怎么打仗？哎，一个美国这么强的，日本那么强的蓝医哦，日本那是荷兰的医学啊，到了后藤新平、国都新贝，他是行政长官，而总督就是俄语元太郎，我他妈元太郎。哦，他命令这个东京都的卫生局长，那个很大哦，东京都很大的地区，像大台北地区哦，他来当台湾的行政长官，他马上改善台湾那时候的黑死病，那时候是发烧不退，包括他们的第一次1895年从奥地，哦，就是 San Diego， 我讲过嘛 ，San Diego 就是西班牙占领的时候的名称，西班牙到哪里都有圣地亚哥，圣地亚哥在美国也有。哦，就是靠近加勒比海那个墨西哥湾，那个地方都叫圣地亚哥，台湾也有啊，现在名字叫三雕角，三雕角，你有台湾公开讲三雕角，三雕角造出来哦。而从那边上岸的日本皇帝的叔叔叫北百川宫能久亲王，骑着战马来接收台湾，台湾哦，嘛是不爱好伊啦，那时候台湾被教育是大清帝国的华文教育、汉文教育，觉得我们是汉人，觉得我们是汉人。其实老师跟你讲过，你们根本不是汉人，好不好？你们都是平埔族的妈妈遭罪。荷兰人1622年不是打到平埔吗？啊，他没办法被大明帝国的郑和下江南的那个大的海军打了就逃啊。1624年之后逃到台湾的一坤生、二坤生进来台江内海。就是今天的台南，哦，那里面有个海洋，你看400年前地图，我们今天的台南是一个台江内海。那这些人进来以后，就荷兰人就在那边建立了热兰遮城，哦，就是现在台南的那个什么艺载新城那些设备哈，他们船的上面是一个商船，居然上面载法官，你看人家澳洲人告你来，海贼啊，他为什么会来？就是被葡萄牙人引诱。葡萄牙人他要的是马靠嘛，澳门是赌场，他把泉州的玉器啦，那个瓷器啊，那种很棒的东西，然后转运来到马靠，从那边再卖到欧洲，哇，赚死了！他才不要来这个什么，你叫他叫佛蒙萨哦，是啊，远远看很漂亮一个美丽的岛，可是哦，大明帝国他们都会还嘛呢，还还到你躲哎，到大清帝国，那个李鸿章说，哎呀，待完哦。那是比赛多哎，男无情，女无义，鸟不语，花不香，哇！黑水一共啊，哎，配谈就搞。大英帝国的使节来哦，他把那个谈语啊，贪官更厉害，卡呸！
就直接进去。哦，还大英帝国的，那些外交官惊死，我们那你中国那个大清的官哈，连吐个口水都这么准，那是他们的文化，你有什么办法？哦，好，那在那个年代，他们很强的海军就把荷兰人赶到台湾，一占领就是，哇，到了38年后才是那个郑成功嘛，郑成功他是日本爸的妈妈，那郑成是。哦，那个汉文化的百越的后裔啦，哈，跟我们一样，都是混血的，都是杂种，好不好？因为杂种，所以日本人的混血再剩下这个郑成功更混血、更强悍，占领台湾，把荷兰打走。1624年占领了台湾的这个荷兰人就被郑成功赶走了。可是郑成功才一年不到哦，他没有越过大甲溪，好像连淡水河都没有。什么那个大甲的地方有一个井啊。叫郑成功的井，端午节的时候，剑插下去，水就冒出来，胡说八道，根本没有那个可能啊！哈，那年代他连过膝都还没有，他就得到热病死掉，连郑成功都发烧不退，哦，然后他的孩子们就哇乱七八糟了，孩子跟郑成功的妾还睡觉，你看这块人哇搞三班，在那个哦，那个年代的那个伦理哦，还有那个四维八纲哦。啊，礼义廉耻那种，可以睡巴巴的妾吗？啊，就穿广片，然后他的孩子那个还有孙子郑克爽已经都不行了，被他们打到投奔大清帝国，那个时候是大明嘛，他们要反清复明，他认为他是汉人了，其实他只是汉文化的杂种而已，我们都是啊，杂种是最好的，好不好？以后听到杂种，你要说 I am。您别的杂种啊，像战的，所有 DNA 哦，麦不是那个叫做哥，不是麦森，有一个叫做遗传学家哈、哦，他的发现哦，他是一个牧师的孩子哦，他去研究那个小岛上面的物种，才发现物种适者生存，优胜劣败，那叫达尔文，知道吗？达尔文的进化论告诉你，这个中间就是要父系母系不同的 DNA 重新组合，啊，如果是有。疾病的就死掉了，劣败，而留下的每一个人你都是最优秀的。我们要肯定自己。老师每次到监狱里面给那些受刑人哦，已经没有希望的，希望他们能够改变哦，或者自杀的防止。我在生命线里面，我跟那个李文志教授，我们两个都是应招男郎嘛，谁要我们去我就去。老师只要讲到这个故事，让那些本来挫败的人，像三舅哥这样没有背景的人，被人家糟蹋的杂草。听到老师讲的时候，你就是留下来最优秀的 DNA， 破眼泪，安老安老，安亲安来亲，出去的时候大家欢喜噶，好烂，吼都无搞进门，我看查甫搞进门，我嘛惊惊，是嘛，加温顺的吼，这个真的是一个生物学上是这样的，你我都这样下来的，所以我们不要去分别吼，身边身边好多三面鬼，以前就瓦仙啊，对不？瓦仙人的瓦仙人的瓦仙啊。客家就客家，客人啊，警察就警察，警察啦、啊，那个就是侮辱的声音嘛，那个音调是不尊重嘛。那我们台湾是母系社会，妈妈想多，在我，领导不我多。荷兰人不会种稻，也不会种甘蔗，所以只好引进那个汉文化的杂种的那个厦门、福州人过来，那些要租、要借或者杀用抢的，他们有炮。他不要去欺负到那个平湖，只要是来到一昆生、二昆生，总共8-9个昆生，就是小岛了哈。进来台江内海这些，他只好用那些所谓汉文化的人来做工哦，就好。平均200个，只有1到2个不回去的时候嫁给台湾的女生哦，找伊那个查甫招。所以那个时候汉文化人被人家遭罪是很丢脸的，当然就不回去了、啊。哦、啊、我在电台唱一条歌给你听，你有听到吗？棒球查某，上次老师有唱吗？还是另外一班？有听过棒球查某那条歌的，请举手。哎，你没听到？哎，我电台班唱的，那就在学校的校歌之一啊。我们学校就是7:25那条歌，阿刚棒球查某，啊，去日本我们的姐妹校哦，给你唱一条歌。火车，火车，就叽叽叫，5:10到棒球，
板桥查某水个笑，等来妹妹来互伊招，也互伊招，对不？有一句话叫有登山公，无登山妈。对中国唐山大地震，唐山来的只有男人可以来，因为租借买杀都有。而他知道台湾太棒，因为哇，台湾太富庶了，来种稻一年可以三次收成，种甘蔗迄甜甲安尼，阁会使外销；种樟脑阁会使吼防虫，还可以当炮药的原料、炸弹的原料，那个简直是天堂。所以他不回去只好怎么样，遭罪最好了。哦，叫啥人招啊？招迄啥人地位一定比你高，年纪可能比你小哦，可是他地位叫做无大志，坐金高椅。哦，你让他爱上你了，哦，把你捧在怀中哦，无大志。这金高椅那个椅子还可以摇啊哈，还在那边的塞呢。哎 ，my lady, my darling 哦，哇，阿个生囝生生就是咱家长孙了哦。好，那这些成为台湾后来的一个我们的祖先来源。那另外198个怎么办？是哦，逃啊，不回去哦，不回拆嘛。那个吉纳那个地方就是贫穷，才要被人家当农奴啊。他就跑到山上，睡在那个十八罗汉的脚下。庙里面不是很多十八罗汉，叫罗汉卡、罗汉脚，懂什么意思？罗汉卡就是男人，靠男人来生活啊。性生活怎么解决？啊，就两个人呢、啊，互干呢、啊，完了刚成当阴道 啊，就是这样子啊，变成卡仙。我们讲的卡仙很难听啊、哦，啊，其实同性恋是一个很美的故事呢。我们现在同性恋可以出柜，以前谁敢出柜？就是对吧？家里面有一个同性恋的，呼，妈暗卡唔干唔知。拜托老师上三学分的两性学，就是专门在教你性别的有七个种类。你不能说你一定是男人，你也不能说你一定是女人。就是、唐凤，我在问你们，唐凤是男人女人？女的。你看，纪大哥马上就讲他的 gender， 他认为他是女的。事实上，他的懒觉还在，明明没有阉掉啊，那个应该是男人，对不对？可是他说我是女的，就是女的，懂我意思？每一个人哦。所以国外有男生厕所、女生厕所，中间有一个中性的，你的性别自己决定，你走那种，他比较惊丢嘛。哦，我有一挂假同性恋的，啊，到女生的场所，裤子脱起来，哦，你说啊，叽叽叫，叫惊丢，啊，走你的这个另外性别的，哦，就像唐凤这样。所以这东西都要学习。唐凤是女的还是男的？是男的啦，但是也性向选择女的，哦，所以遇到邓涛哦，啊，实际是查甫的。啊！你看伊偌叛逆哦，学校已经没办法收他了。老吴啊，大灯的改革，嘎嘎吼，电脑成为我们的电脑部长。我们说的五倍券啊，以前的什么哈，都是靠他那一套啊。包括防疫的口罩的那个买，可以买可以登记啊，哈，都是他弄的。这个男人的女人虽然够厉害，啊，他吼啊，那时候被遭罪的。或者没被遭罪的，大部分都留在台湾。那后来大清大明统治的时候，哦，荷兰已经走掉了，因为被郑成功打走了。哎，那很多人还是一直在偷渡哦。我们叫他偷渡客，张医师很生气，每次都叫，还有盖里那些偷渡犯，好不好？不然你为什么把他抓到禁炉关起来？明明犯人就犯人嘛，哦。所以那时候的医学也是跟着草药医学，那。这个家伙哦，马杰差不够厉害，伊来先讲把人教啥呢？教迄个时候伊也搬出去，哦，他是72年3月9号才抵达那个淡水哦，海龙号在淡水，就后来淡水有一个马杰医院哦，只是那个地方现在马杰的土还在那边有没有？他还在这边跪姿啊哈、哦、啊淹水，如果有海水涨到他的脚，那就淡水都已经淹了哦，那很厉害的哦。哦，这马街的土，这个不会被淹走了，因为那是铜做的嘛，哦。那他在那个地方学的台语，哦，他的住家马街路6号，我告诉你，他就是跟那个李修那个宣教士学的。为什么？因为1865年在马街来台湾的6年前，已经有马雅各 Maxwell 在台南登陆了。他建立了旧楼医院，就现在新楼医院，新楼医院的前身啊，在那边看病人，他们会开刀，因为那是英国的那个大医生，他可以开刀，可是他能看到人家开刀吓死了，那时候就草药医学啊，
他说：“哎呦，他们开刀就是切开来，拿你的心脏哦，假心剥心啊，假肝剥肝，假脑剥脑。”他那种补的概念哦，就很生气，以为他们来是来割，人家把你割盲肠，他以为在取内脏要进补，然后就丢石头泼粪，你知道吗？泼到 Maxwell 医生的身上 ，Maxwell 面对他们完全不惧怕，因为他宣教士的精神，他就把那个大便这样化掉，这个粪不要泼在我身上，太浪费，你们应该把这个粪拿去浇在良田上，你们种稻需要这个粪，泼在我这边都浪费，用这种精神跟他们这样相处，可是不行，那时候不理智，因为汉文化的那个汉医啦，我都不讲中医，原因是日本也有汉医嘛，哦，那韩国也有，这大长今的故事就是汉医啊，哦，用皇帝的餐弄到最好的就是草药医学，哦，那个变成后来皇帝的大医生叫做大长今，我那出电视剧。哎，我看戏我干呢，只要哪个我看着戏啊，我都过继续。每次都知道下一个剧情什么，可是每次都感动，感动到涕泗纵横。又才刚瓦赞，汉医不是不好，可是你不能叫中医，不是中国台独的，新加坡也是用汉医啊，对不对？好 ，OK。那我讲这个意思就是，那个年代汉医就嫉妒这个英国来的医生，后来真的用石头扎，砖块把它丢。哇，那个时候生命问题，他只好逃啊，逃到大高，塔高，塔高是高雄，高雄那边有英国领事馆，就把他保护起来。他在那边，你们去到那边奇迹的地方，就看到那个时候留下来的，哦，那个医院，哦啊，那个医院他是医生啊，他怎么给信徒？他来传教以后，信徒要洗礼啊，只好请英国派医生过来，派牧师过来，一个24岁的年轻牧师过来，没有想到船难，不是船难，生病在船的上面就死掉了。后来终于派到一个李修，这个宣教士，所以是苏格兰在台湾的第一个牧师。他来台湾也得到台湾的热病，跟着北百川公文九千王一样。他的战马进到台湾，我们原住民被汉文化的唐景崧总统，台湾民主国哈，唐景崧总统副总统。这个叫做邱鸿甲啊，黑旗军就是我们的国防部长，叫做刘永福。吼，知道日本的厉害，赵啊，啊赵也行哦。里面听应该是刘永福了，他比较个子矮小，就赶快把头发，大清帝国不是有一个长长的后面的头发，把绑成一个女生的发髻发箍哈、哦。被日本人抓到的时候，身上已经藏很多银票哈、哦、啊。金银财宝要逃回厦门，从厦门转回中国，他跟啊不要抓我，我是女人，哦弄个法箍啊，我找狼，你莫搞法啊，日本也很君子啊，哦看起来矮小小，找狼哦啊就让他走掉，所以后来人家讲一句成语叫做阿伯啊浪干，哦台湾话说啊你这阿伯啊哈带鸡了出来，你阿伯啊浪干，哦人家跟你买东西了，你这样子咄咄逼人。啊，真是流氓出来了！阿伯啊，哎呦，我紧张，哇，走掉了。阿伯啊，乱干，来形容那时候台湾民主国第一个台湾独立的国家，真的是。可是大人当那个哦汉文化的总统就这样画造的造啊，留下台湾的义勇军，跟那个北百川公文九亲王的军队打，当然输了，输到打到八卦山，八卦山是漳州人跟泉州人厮杀。因为漳州人哦，北方的做那个瓷器的考级啊，比较跟欧洲有航行嘛吼、哦、啊，漳州人哦比较穷，但是他来占领彰化的地方，泉州人也进来台湾，那时候跟我现在讲的这个北百川无关吼、哦，只是说彰化的名称怎么来，就是泉州人把彰化杀的八卦山没有一处土地没有写，所以彰化的灵魂要把它化掉。太可恶了，连你们中国人自己，那个叫大清，那时候还没有中国这个字，清国人自己泉州人的杀漳州人，杀到八卦山、哦、要把漳州人灵魂化掉才叫漳州，旁边有永靖燕京哦，还有太原，因为永远没有安静嘛，所以希望有一个城镇叫永靖，有一个地方叫太平，叫太平。好，那么他已经后来大家也平衡了嘛，泉州漳州械斗少，日本人进来的时候铁骑杀到那边打开马西书，因为他们是铁骑，
这战马哇厉害，没有想到打到台南的时候，北柏川功能九卿哦，皇帝的叔叔发烧不退。日本人来打仗的时候，总共日本人被台湾的原住民派去哦替我们打，有杀掉164人。没有想到占领了台湾以后，日本人在一两个月内死掉4600多个。哎呦，我太阳呢，啊不是叫台湾人台戏啊，原来都发烧死了。北柏川最后要死的时候，看到台湾的萨库拉，他跟那个军医讲说：“哦 ，Tokyo no Sakura， 东京的樱花，种在台湾多美啊！”最后咽下那口气之前，那个军医跟他讲：“这是台湾种的本地种原种的才漂亮，你 Tokyo no Sakura 拿到这边，细啦，水土不服啊！”所以我们台湾有很多被遭罪的男生哦，后来躺在那个摸大记者金高义的怀中哦，然后享受那个哦传宗接代又能够继承土地的那种快乐中间，为什么要回到那个鸟不生蛋、很穷到现在都还有偷渡犯一直要来的地方，对不对？这是台湾美丽的地方，所以这个美丽啊，佛罗山应该是这样。但是那个时候真的，原住民跟汉文化的或者是平埔族还有个界石。界叫世界的界，它隔开哦，你不能进去。所以在1865年，不是马斯威尔进来了吗？1867年 ，Scano 这个电影哦，就是那个是要翻译说我们叫这公共电视台做那个嘛，斯卡罗 ，Scano 我不知道他翻译成斯卡罗啊，哦那个里面的故事不是一台美国的船来船难吗？哦要上岸啊，结果船难他是要从厦门要到汕头。被台风啪打回，我们今天叫恒春，那个时候叫廊桥，哦啊，那个号那台船叫 Rover 的那条船，居然15个人上岸，14个都被斩头出草，因为他从200多年前，那个时候200多年前的荷兰人的坏的印象，因为阿摩啊嘛，那个阿摩哦，啊把酒落落的。蓝眼睛都是坏人，抢占我们地方，给我们、哦、很大的管制。但船的上面有法官，啊，你只要跟他们有纠纷，判罪当然是你呀、啊。所以南部地区，台南到高雄最大的希腊雅族被处死很多，他们很恨啊。这种概念也带给原住民，所以看到阿摩瓦来抬，结果他们规定不能杀女人，没有想到杀到那个船长的太太，哇，发现她是女人，哎呀。被诅咒，哦，啊，那个时候住在厦门的美国的领事，他是南北战争的时候，林肯那个时候打赢南北战争的一个卫，叫做准将，准将是台湾的少将，哦、他驻中国厦门的领事，他就要来协调，结果大清帝国说，哎，嘿，华纳岛还说啥跟我没关系，不是只有李鸿章讲的男不情女不义，鸟不语花不香，台湾就比赛多没外地弃之可惜啊，留之无用啊，你娘娘完全不管。然后这李先德他是法国裔的美国人，可是因为独立战南北战他有功嘛，他一个眼睛也打瞎了，但是他的能力能够协调，让那个廊桥十八社哦，其实就是台湾人可以扛起来，叫做哦 lift 把它扛起来，那个黑的是。那个向主任大骨头哦，我讲的骨就是股票的股，大骨头啊，啊，他命令下去，以后船难的你要跟我弄一只红旗，红色的布的旗我们就不杀人，好、哦，那个叫南甲条约，甲就是一个山，甲乙丙丁的甲，那个、台湾跟美国第一次建立的条约，啊，但后来美国人不甘愿，派了181个再来真正的军队打上来，哼。你跟他们打输了，他们躲在森林里面，砰砰砰，那长枪哦，算你眼睛就眼睛，嘴巴就嘴巴，很准的。他们专门是打山猪，打那个鸟麻，打那个白鼻心，那个操，原住民就是这么厉害，让美国181个人哦，第一个领头上来的那个船长啊，啥情况？我是领队的，那个校官都死了，其他的都一哄都逃。所以台湾跟美国发生过最早2次战争，美国都输了台湾。但是咱台湾那很共，有点窃取原住民，原住民才真的是 original 哦，啊，人家共和是扯欢，啊，其实我们都是扯欢的。在台风的时候，像那个美国那个 Rover 号被吹到南岛，然后他们在3-5千里就打回台湾，
把他们祖先赶到山上，变成山地人，那个故事他们才住在平平的草坡，叫做平埔族。平埔族你们一定要记起来哦，最台北叫凯达格兰嘛，啊，必然把盖要修一条路，盖出凯达格兰大道，旁边有四个族人，凯达格兰、托洛比亚、古鲁，还有格马兰，格马兰在宜兰，哦，在大甲。新竹跟大甲什么叫都卡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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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卡代卡端的来的哦。那台中那个叫那个大虾，大虾，大大社哦，大社他们比较接受运动啊，最早拿到功名利禄哦。好，他们叫什么？大虾哦，一个名称老是突然忘记。然后那个彰化叫猫处啊。嘉义叫火鸟，台南叫西拉雅，最大到高雄，然后到了屏东叫高高，哦，这些都是原住民的音呢、啊。其实每一个都可考，哦，都是跟我们的生命有关。那我们就是这些人的后代，因为汉文化的人越来越多，因为大明帝国、大清帝国会引进很多人，啊，可是那时候他们也有时候会怕，十个来六个死，因为过了黑水沟，澎湖那边黑水沟都翻船了。只有三个还逃回去，太可怕，只有一个留下来，把那个留下来就成为我们共同祖先的来源，被妈妈照，所以妈妈地位高。在台湾哦，人讲娶一个某，较赢三个天公做。你看，咱找人地位比天顶的天公较大，困在你的枕头边，枕头公较赢三界公，三界公就是天神。啊，你若家赢家好，无家就台湾请查某。吼、哦，台湾查某工要比人家吃，你唔相信？你看恁老爸啊吼，哦，风流倜傥，但是老母啊，嗯，吼、哦，就像老爸个，哦，马上乖乖个讲啊，你好去，除非出去偷吃啊，哦，所以女人管家，你知道吗？女人管家，哦，所以台湾就是这样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环境，尊重女性，女性的地位在台湾太高。所以老师给人看那个昂姨啊，昂姨能够当医生，那时候是草药医学。所以马偕医师来到这边，他虽然成为后来马偕医院的鼻祖哈、哦，他回去那个加拿大募款，就是拿台湾两三年就拔了23000颗左右的牙齿，全世界已经没有这种牙医，拔牙不能坐得太慢，站着拔完手马上牙齿给你。这样才不会认为你又把他的牙齿拿起来顶爆，煮成什么树不烂都归车皮哦，八颠十转，那个是很笨的 stupid。那他后来他死了就埋葬在真理大学，哦，他的墓最大，旁边太太台湾找哦，啊，他学的那个李修教他的白话文，就是罗马拼音的用台语发音，后来请台湾的女生叫丁昌，昌啊拍天，他会改哦。还是张聪明、丁昌明，然后把西洋医学带进来啊。南部有 Maxwell， 比他早5-6年啊。彰化有蓝医生、蓝大卫跟蓝大碧，变成彰化基督教医院100多年。这一些形成台湾最早的西医体系，那我们才开始进入文明。那后来日本人就不用说了，占领的时候已经把日本最好的热带医学带到台湾，因为日本人一下子上岸。哎，才几个月死掉4600多个，不会吓人，当然怕。你要告诉你这个地方不要来，啊，你偏偏来，然后死无葬身之地。后来才知道，原来都是马拉利亚，一个热病而已哦。那现在我们已经不得了，现在我们已经对 H1N1 哈、哦、这个西班牙流感都过去。但今年可以轮到你打针，还是要打哦。COVID-19 那个反黑哦，另外一个哈、哦、公费要打、啊，真的不行，你害怕的话，就常在医院进出的那个自费。贵一点，现在市价950起跳啊。如果是用细胞培养1400哈、哦，那个钱应该要花了哈、哦。那台湾的医疗，但还有很多的误谬，我们以后会慢慢教给大家。今天我们就上到这边，下课。这个怎么称？这要先干的，安尼，拗起来就是关。拗起来就关。